会干什么呀？班长需要我干什么？炒菜、做饭、蒸包子。报告，都不会。不会呀？除了吃奶，什么是生出来就会的？晚上6点钟开饭，洋葱炒肉片，把衣服换上，把那块洋葱切了。绣花呢？6点开饭，最晚也得5点半下锅。干嘛呢？哎呦，燕子，你头一回。